弘扬八极拳武训文化。我是中国大力士王龙武，我是杨洪刚。阿雄导演的电影《八极拳》就要播出了，祝电影《八极拳王》票房大卖，票房大卖，保证会惊艳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姜玉环。大家好，我是寂寞的妈咪在水里把睫毛。传承中华武术，弘扬八极拳武学文化，祝八极拳王一路长虹，票房大卖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成家班龙运武艺团。我是洪明武，弘扬中国传统武术八极拳文化。武有八极定乾坤，祝八极拳王一路长虹。祝电影《八极拳王》票房大卖，一路长虹。弘扬八极拳武学文化，祝八极拳王票房大卖，一路收视长虹。我是散打王赵国，祝八极拳王收视长虹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大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鲁方奇。我是演员马毅。八极拳王拳拳到肉，祝八极拳王票房大卖。弘扬八极拳武学文化，祝八极拳王电影一路长虹。预祝尹淳雄电影《八极拳王》票房大卖。大家好，我是成龙大哥徒弟演员王海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朱星东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黄奇文。八极拳王拳拳到肉，祝八极拳王票房大卖。听说八极拳王要上映，祝八极拳王票房大卖，一路长虹，敬请期待。八极拳王即将上映了，弘扬八极拳文化，祝八极拳王一路长虹，票房大卖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演员张威。我是音乐剧演员马思源。我是音乐剧演员秦荣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演员曾娜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演员顾轩畅。我是演员刘福安。八极拳王即将上映，祝八极拳王票房大卖，弘扬八极拳文化，祝八极拳王一路长虹，祝八极拳王票房大卖，弘扬八极拳文化，祝八极拳王一路长虹。八极拳王拳拳到肉，祝八极拳王票房大卖，收视长虹。八极拳王票房大卖，一路长虹。